位早上好，我的名字叫 Jody， 欢迎大家来到恩典国度自己的新闻时间。在这个时候，我要为大家报道一则新闻，就是我们收到消息，在12月20至22日会有一个充满活力的 Power Girl 来到我们的恩典国度之子当中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就把时间交给他。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们，这段期间你们在家过得好吗？在这里 ，Power Girl 有一个非常兴奋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就是今年我们会有线上儿童假期营啦！你们兴不兴奋啊？哦耶！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活力冲天。在12月20至22日早上10点到下午1点，只要你是7岁到12岁的小朋友，你就有机会和我一样变成 Power Girl、Power Boy， 而且只要30令吉哦，你就会有一件 Power T 恤。在营会里面，我们会一起敬拜、赞美、玩游戏和学习神的话语。还有一个最特别的就是，我们还有戏剧活动呢。是不是很好奇是什么呢？但是，我赶时间了，我要走了。你赶快去报名啊！你不要忘记我啊！拜拜拜拜拜拜。